充满温暖的地方，还有一点血的味道。第一首歌《本能》。叫我用这奇怪的频率，我必须听得懂那频率的意思。一句谁算出，为我感应的阻力，我该不该质疑这来源不明的情绪。这奇怪的家庭，我为了不被排挤，要服从他们的命令。谁困住我？为我感应的阻力，我该不该质疑这来源？谢谢大家。